大家请合掌，右手代表法界都是我，灯就是我，那个东西都是我，花也是我，没有一样，因为凡所有相，它已经没有分别了，没有分别就是证入平等性，是诸法空相，那修行就是希望证空，按照三部的告改，那么修行，那我们已经可以离苦。